王周杰伦嘉年华巡演长沙站第三天，请来大陆顶流男星王俊凯担任嘉宾，两人一口气合唱三首歌曲。是不是你是从小听国歌的？奇怪，我自己为什么要挖洞给自己跳呢？全场的朋友，你从小听国歌的举手。没有举手的请举手，自己出门左转。就是周杰伦歌迷的王俊凯，这次受邀到偶像的演唱会演出，再一次成为追星胜利组，也让网友直呼王俊凯又幸福了。